我这个耳机线，你们仨谁给他咬坏的？画面是你不？哎呀，面带笑容，应该不是你。他那边干啥呀？拍拍，这是你啊？你咬的吗？也不像。顺顺，是不是你咬的？你目光为什么有点躲避我？哎，看着我，没人承认是吧？行，主动承认错误的，奖励鸡腿一个。行啊，看见我手里这根苦瓜没有？诚实的孩子，奖励苦瓜一根。老爷，是我是我，就是我咬的。你确定是你咬的吧？是我，就说了就是我。感冒了，我在晚上着凉了。那是挺严重的，你等我会儿。你先把水拿着，我再去拿药。你等会儿啊，赶紧打开吧。这下我就不怕被传染了。别愣着了，还有一颗呢，赶紧给我抠出来，我质量还没吃够呢。快醒醒，抬头晕了你。你到底